大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恭喜虚云主和苦战三局爆冷击败日本主和晋级八强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互相拉锯至持平后，虚云主和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虚云主和接着打了一波10-9，又是11-1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虚云主和一路领先，打了一波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日本主和追至持平后，连拿5分，以21-16扳回局。第三局开局，双方比分9-9后，日本主和略微优势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虚云主和在双方19-9时连得2分，以21-19拿下比赛。